蛮不讲理的校霸拐回家是什么体验？好无聊啊。这不哥哥吗？这不是校霸吗？我之前还得罪过他几次，现在被他发现我可能就没了。 Oh no！ 你怎么看到我掉头就跑啊？啊，哥，这是你妹。对啊，你们认识啊？那正好，那既然你们认识的话，那你就把我这个送到他家咯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别啊。你很怕我？超怕我。那你江一恋怎么又在躲我？还有他谁啊？我不认识。是我女朋友。你不是完之后好了，别闹了，我们走了。你他怎么可以乱说啊？我可没乱说，以后你就当我女朋友吧，也可以帮我打脑桃花什么的。你怎么？这是为了你做的那些事的补偿啊。你不会是想抵赖吧？抵赖也没用，醒了就这么定了。还是你想尝一下我的力气啊？行了，你还等不在哪个东西送我家呢？走吧。无语呀，无语。放进去。好了，我走了。走什么？看上我了？你想干嘛？是我女朋友，怎么发现的？带你参观一下我家吧。不用了，不用。来吧。我跟你讲，你是个傻。既然参观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站住！还想干嘛？什么态度？还有什么事吗，哥？为了能随叫随到，你得当时先住我家，而且每天早上就能前来，我怎么怎么？做梦去吧！不可能，我推烂你的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哪里有？哦，其实也不是不行啊。妹，你怎么还没回去啊？不行，不能让哥哥知道我跟他之间的交易。等会吃个饭就回宿舍吧。What？ 你玩个屁！你真是不让人消停。快说什么事，我还要回宿舍呢。忘记我今天说的话了吗？哦，进去。干嘛？你看到的床很乱吗？知道，知道。好了，睡觉吧。什么东西？我们一起睡。不然呢？妹，你怎么还在这？我他。好吗？你说。哦，他说想在我这里睡。高东西什么？不是，他开玩笑，我东西掉了而已。啊，那找到了吗？找还没有。他又想干嘛？你先回去吧，待会我就送你妹妹回宿舍。好，那我走了。不用你送，我自己走，拜拜。哈，有感吗？我不是说过要暂时先住我家吗？楼下有空房，别忘了9点前给我准备早餐哦。晚安。只能如此了，谁叫我拿人手短呢？谁大早上跟下回事的？干嘛？请问我的早餐呢？急什么？现在才几点？对不起。你猪吗？说现在？哼，我压力大不行啊。其实是因为昨晚一直在抱某宝。吓一跳。你不是都吃过了吗？真是的。我要的是你准备的。既然你没有遵守约定，说吧，怎么补偿？麻烦看在我吃饭的情况下原谅我呢？不能。那你想怎么办吗？哦，那你这周每晚睡觉前都给我讲一件你的糗事吧，让我开心开心。变态吧你！能不能？不能，就这么定了。真是无语，他妈给无语开门，无语到家了。Oh God, please no! Hey girl, you like me a little bit? No, I don't even.他还没回来，洗完就是舒服呀。你进厕所你不敲门啊？我一直都这样，谁让你不锁门的？你还有你呢。顶多明天早上没有你准备了呗。不行，你看哪个？总之这不合理，我很吃亏。行吧，那这周都不用你做了。
回洗澡了。真是端起碗吃饭，放下筷子骂人。你。此时此刻，只有追剧能平复我的。啊、这逼想干嘛？干什么？说好的每晚一件糗事呢，沈恩？我今天还不够糗吗？那可不算，我要是你自己讲的。知道了。快点、啊。厚颜无耻之人。真无语。卧槽，我哥咋又来了？怎么怎么样？要不你先躲着。你有看到我妹妹吗？怎么了？我妈叫我给她送餐，她也不在宿舍，电话也不接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你们不是认识吗？哦，我刚刚看到她一个朋友出去玩，可能是一直准备回家吧。哦，那你传染谁啊？我女朋友啊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那我先走了。可算走了。真的我问你的，你把床蹭脏了，明天记得清理。坐哪去？糗事还没讲完，真无语。我高二的时候暗恋一个男生，什么？吓我一跳。那现在还喜欢他吗？没有。然后我写的情书要拿给他，但是我当时追他的时候不小心摔倒，把他裤子拽下来了，没想到他的内裤竟然是要穿下来。我跟别的朋友讲的时候，他们都有笑啊。他咋没的反应？不好笑吗？无聊。以后你的爱情往事不要再跟我讲。除了让我讲，然后又不愿意听，真难伺候。果然还是外面爽。没有那个二货在我面前晃悠。不会吧？今日份开心就此终结。不是你过来啊？干嘛？包包东西。你。发我家哈，他妈的这人一点都不懂得留信息。江雨烈，千万别让我抓到你的把柄。表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找你玩。别离我这么近。你凶我干嘛？好了好了。没想到。他不会是表嫂吧？对，他就是。你，我现在还有个事，你让他陪你玩。表嫂，表嫂。我不找了，你们去家去吧。哦，好吧。表哥，我来找你了。哈哈哈我也睡觉。干嘛？这是我。今晚我睡这。一起。哇，你们。别怕。我要发小姨看。小姨。你快点阻止啊！我为什么要阻止啊？我可不想让这么尴尬的照片被他妈妈看到。有什么好处呢？还什么好处啊？你就不怕你妈妈看到照片吗？怕什么？我妈妈一直担心我的恋爱问题，她就看到照片，说不定很想见你呢。不行，不能让你妈妈看到，大不了受了欠你份人情。嗯，行，那你可别忘了。手机给我一下，一会儿可以打游戏。好啊，好啊。就这。啊、你干嘛？怎么回我了？可算有人治他了。嗯？表哥呢？他。这不是他的疯狂追求者吗？现在还被撞见我在江雨烈家。你怎么了，雨烈家？我送了东西。哦，所以说上次他说你是他女朋友也是假的了。啊，对对对对。那你还不快走？嗯，好的好的。表嫂你要去哪？表嫂完了。小弟弟，你我才是你的表嫂，别叫错了。你是哪来的丑八怪？你瞎了吗？吵什么？李烈，我来看你。哎，这不重要。这个时候就应该逃，我可不想插手他的爱恨情仇，免得被误伤。你好，队长。嗯。跟我解决。什么？正确。你叫我等一下，就是等他。啊？我怕生，我女朋友在的话，我不叫。有安全感。他在骗你。再你跟我说试试。好家伙！你看他都不情愿，你别要他了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啊。我必已经表态啊。
这有啥咋讲？我不会跟他分手，你死心吧。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别碰我。你要怪就怪他。以后不许来了。你说，闭嘴吧你。哇哦，表现不错。要不请吃饭？不了，我还有事呢，拜拜。谁想跟着冤大头吃东西？我一个女生去看电影失败了，但是票退了挺可惜的，你陪我去吧。好东西，这种好事怎么能拒绝？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总感觉有人在跟着我们。有吗？这也没有。先别回头，我们走几步再看。咋又是他？ What？ 你跟着我们干嘛？这条路规定只能跟着谁吗？你要跟他去哪？我想我有权知道。看电影呗。不行，你怎么可以和别人的男生做情侣做的事呢？我的床单还没清干净呢，走。你凭什么那么霸道？凭我是他男朋友。我才是。喂。到晚上。来了，滚哪去？你又是哪里来的？口气那么大。麻烦你自己问他，到底谁是他男朋友？咋又选上我？好好说嘛。是他。听到没有？别跟过来。来，你不是很想看电影吗？陪你去看。看什么呀？恐怖片哦，我想看很久了，正好一起看。恐怖片？怎么怕？谁怕了？你看就看呗。来。Later。 好吧，其实也还行吧。咋离我这么近？我爱你。干嘛？怕的是你呀、啊。那还不是突然拍我？算了，不看，真的。你又干嘛？我是不是怕你今天看红线看睡不着吗？就是你吧。我说你怕就怕，快去睡觉。闭嘴，说人钱做人事 ，OK？ 就知道他压我，看我不教训教训他。睡得跟猪一样。说别冲动。怎么是故意笑是吧？长本事啊。早知道不这么皮了。我错了。你就错了就行了吗？那咱们不要这么斤斤计较了。哎呀，我头好痛，手也好痛。没事，就给我赶紧起来。我不看你推了我，还有屏幕都裂了，脾气。你这手机本来就很旧了吧？你哦，真无语。该睡觉，明天再找你算账。你这么不安分，谁知道你下一秒又要干嘛？我才别乱动。除了压根睡不着。谁这时候打电话，可别把这个大少爷吵醒了。哎，不对，我咋接了？喂，冒昧这么晚打电话给你，根本想到你会接。其实我想你了。女的？你是谁呀、啊？你怎么会接电话？完了，我是不是闯祸了？咋又打来了？跟他道个歉吧。喂，我跟他只是……你是林夕吧？他咋知道我？明天和他见一面吧。算了，先睡觉吧。你站站，说你后悔，赶紧不要睡觉。我没。闭嘴。不对，是哥哥的声音。姐姐。嘿，姐姐。你怎么？我当然是过来找我妹妹啊，宿舍跟家涛都不在，不会在你这里玩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跟他笨蛋一起？
想你当兄弟，你竟然想睡我妹妹。哎，宝贝，你醒了。叫他天天欺负我，今天就翻身农奴把歌唱。哎呀，哥哥你来了。这是什么情况，给我解释清楚啊，不然今天没完。这恶作剧好像不能乱玩。哥哥你来干什么呢？就是干嘛来了？年轻人，这不是要开学了，给我 Mr. 开学礼物了，谁知道你们？哥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这手机很贵的。哎呀，换新手机也不贵。对了，他前女友约我来着，问一下他吧。对了，你前女友？你提这个干嘛？他前女友不是去世了吗？女的？谁呀、啊？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女的吗？他当初这么对他，我说他死了也不过分吧。啊，对了，我要急事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你怎么知道他的？他昨晚给你打电话，我不小心接了，还想约我见面来着。他约你，你答应了？我这不是正问你了吗？约在哪？在。太好了，我去八卦一下。哎，他们复合，我不就自由了吗？伤心什么 ？Nice。你这是干嘛？我想私下马上就走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跟你前女友复合了吗？所以你们同地方，你让他误会。我跟他复合，你很开心了？那当然，这样我就自由了。我不会给你机会。